最深刻的思念不是难过到酒后哭喊着你的名字，也不是整日整夜的想你想得痛苦到失眠，而是这种感觉会一直伴随着你，如影随形，渗透进你生活里的点点滴滴，仿佛早已不存在，却依然在午夜深入你梦，揭穿你辛苦掩饰的太平，又或是一个转身一个回眸，熟悉的场景让你压抑到喘不过气来，哭不出来，咽不下去，经久不散。心里有爱的人就有幸福，我们有爱，我们都不会打扰对方，我们默默爱着，每天都会打开看看对方又没有发表的朋友圈，默默看，不，如果二三天没有看到发朋友圈就会担心对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